像如幻化般的一样，所以他还记不记得我说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东西是如幻如化，要了解这个东西是世俗地的时候呢？是要什么？是要了解空性之后才会了解这个叫如幻如化。一般的世俗地的例子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依着世俗地去了解了圣义地吗？是什么？依着世俗地的例子去了解了圣义是什么？我透由设法，我去了解了空性。 我去了解了圣义地，但是什么呢？我们是透过圣义地才可以了解什么世俗地？世俗地是比圣义地更为细微的，是什么？世俗地是什么？等于是要了解的话是什么？是它的实质是无地时的，是空性的，但它所呈现的相貌是，是我们一般的这种相貌。它是要有这样子的这种能力，才叫什么？才叫叫了解世俗的，或者了解世俗地。所以世俗地的话呢？ 我们说那不是了解世俗的。因为他了解瓶子。哦，我说这个了解瓶子跟了解世俗地是两回事啊。了解世俗地是透由了解空性之后才才会了解的。可是什么呢？如果是要了解瓶子的空性的话，是先了解瓶子，才会了解瓶子的空性，才会在什么？才会在了解瓶子是世俗地。所以我们以以次第上来讲的话，是瓶子了解瓶子的。 空性，了解瓶子是世俗地的，好。